别那么纠结，人的需求是多层面的，不仅你需要爱情，还需要事业，还需要朋友，还需要亲人。至于未来该怎么办，他心里其实有数。好像都说这个男生成熟的晚，确实是男生成熟的有点晚，但是。 大多数的男生心里还是有谱的，爱或者不爱，喜欢还是不喜欢，今天你就把那个心里的话跟人说出来，听明白了吗？因为22岁对于未来的规划到底是怎么样的，我建议你们还可以商量一下。来，一起进入，那几天喝古方红糖，真情60秒。我知道，其实我心里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我也知道你很爱我。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在那么繁重的学业下，我真的需要那一点点的快乐。我真的希望你不要剥夺我的爱好，不要以你的要求去要求我。希望你可以给我一些自己的时间。我只想问你一句话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走下去啊？ 我会很一直走下去。那我应该有答案了。来，请亮灯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啊，谢谢主持人。谢谢。来，请关门。人家自己的选择，请开门。 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，请见证。 祝你们快乐啊！谢谢两位，请回。希望他们回到生活之后，还是能找到今天在舞台上相拥那一刻的那种幸福感。